秒拍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陈飞宇。这块腕表吸引我的地方有很多，首先就是它的外观设计，它有这个一体式的表链，还有六边形的表壳，然后它这个机械款其实是有80小时的动力储存的，还有就是它有夜光指针，所以说它的功能性非常的强，然后也非常实用。那就是我手上戴着的这一款。感受还是不一样吧，就更多的感受是，就是自己做了这个节目的主人之一吧，然后其实和各位哥哥们也玩得特别开心。好，那首先是我按照年龄来吧，我按照年龄来，首先是浩哥，李荣浩老师，就非常的沉稳，浩哥非常沉稳、沉着啊，那就是嘉伦哥。对，嘉伦哥，嘉伦哥是非常的自律，然后非常的，对，非常自律。然后是大勋哥，大勋哥是很幽默的一个人，然后嘉尔是非常有活力的一个人。对，和徐峥老师最近合作了一个短片，然后其实这次拍摄时间其实仅仅只有2天而已，但是我还是感受到徐峥老师是一位非常非常敬业、非常非常严谨的电影人。然后在他身上也学习到了非常多。新的工作计划暂时没有，暂时就是这几个月都在组里拍戏。在组里拍戏。